喝牛奶的禁忌。牛奶是最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，被誉为白色血液，是人们喜爱的饮品之一。在喝牛奶时不能空腹饮用，会影响牛奶营养成分的吸收。牛奶不能与茶同饮，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离子，而茶叶中的鞣酸会阻碍钙离子在肠胃中的吸收。牛奶不能与果汁同饮，牛奶中的蛋白质 80% 为酪蛋白，牛奶的酸碱度在 4.6 以下时，酪蛋白会发生凝集沉淀，难以消化吸收。喝牛奶后不能吃药，牛奶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发挥。牛奶不能和巧克力同食，巧克力含有草酸，而牛奶含有钙质，两者结合会生成不溶性草酸钙，对人体有害处。